啊，有人想要食干贝，我问一下。干贝哦，想要食无？老外讲这不用花大饼啦，我即马就只够冲量的啦。哦，一尾两尾三尾拢不管啦，你听好无？一分五百啦，这大只黄鱼你家看有啦吼。你若过年写的时候，你若要干贝，即尾啊想做开两百五超过啦，我会讲真的啦。哦，凊彩对啊，遮好哩啦，遮好哩啦。你正常安尼花五百啊，今日啊七尾优惠阁几尾啊？来啦，五百块卖袂了，啥物叫黄鱼？500块，足大碗的，咱多说不要惊的。黄鱼够大片的啊！黄鱼够大片的啊！好，讲起来了。好，来，各位要叫黄鱼无？我靠，惊死！真正乌白白的啊，来啦，今日电话500块，来，四位来无叫你啊？乌白白啊，腰身哦，足大片啊！我加两分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来，你上来。这超级优惠，好灵的啦，惊死人啊！我这两分哦。我来手啊，坚。 加好多荷包哈，嘿。来，拄啊，刚要食螺来了，摕着伊啊来食。来。感谢恁的捧场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真的是优惠价给你们的哦。 黄鱼啊，那边黄鱼在水吧，宝贝。啊，贵少啊，我这两只的，两份的谁？拿去了哈，好好好，两份就给人家了哈，来，好好好。来来来。哎呀。不管哪项，看什么都不落皮了，来了。这边啊。还有贵少啊不？啊，我啊，五只。 刚才又输了，无吃。哎，你不要。无吃啊！这你多开门，多开门。哎，有贵少啊不？无啊，没完啊，拢无啊，剩这两只。啊，给你。还有两只偌济？啊，没得济，那两只偌济？来啦，这两只我来讲啦，这两只什么来？吃了啦，有八吃了，半只。哎，你还要吃几遍？啊，无啦。两百。总共700。剩两百。啊，你这两只我还要吃。你们两只给我。好好好，我两百。 200给我，黄鱼200啊，黄鱼给我，两块。来，牛二郎，这个牌龙套到前面买不会的，牛二郎。两块。今天的牛蛋无在，无在。啊，谢谢你，感恩。没事，三百以后，等下我水花，等下我水，好不好？大哥，等我一下。来。牛二郎，牛二郎，牛二郎的无？你这卖还没提啊？两百块。 等下等我好，变八公。我知啦，好，吃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你那是鲨鱼啊？什么呀？那鲨鱼啊？对对对对对。不是鲫鱼啊？啊？不是鲫鱼啊？我冇买到的啵？这个无大波的，佮加只只件来哦，真的，无只只个更加新嘛。有人想要吃牛肉无？一份要讲加开二个，200块就好啦，值一袋啦，我想要吃。 等下我来讲哦，你用一寡油蒸这个鱼啊，小一点，吃不做吃，这个没有骨头，很好吃。这个没有骨头。有人想要吃两块两吧，200块对啊。有人想要吃无？这对啊，这对啊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十块啦。来，什么吃几个啦？十块啦，我想要吃话来，两个200块，200块对我俩。200块，200块，有人想要吃无？200块。什么？200块，你的嘛有想要吃无？无好。好来好，这就买个货啊，明天了啊。 先买个货，买个阿门牛肉粮哈，你搞阿门我无啊落啊。好，可以摆。三百块，两块八块，两块八块，哎，来过去啦。好，这葡萄酱，有人要吃无？有人要吃葡萄酱啊？葡萄酱有人要煮的无？哎，人订一包拢卖恁500块八十块的呢。买拢真的啦，一盖买两包啦，有人想要吃无？ 来啊，存这四啊啦，有人想要吃好听啊？我都要讲啊！有人想要吃无？两个要开1000啊，800。有人想要吃无？200块对啊？500块。对啊，我都要讲要吃无？500块了，2盒500块有没有想要吃？我都要讲。有人要吃呀？有人要吃好啦，你我都讲啦。来啦！哦，我跟你讲真的啊，开放啦，综合版啦，有人要吃无？ 这叫做自动备注啦，吼、哦，来，拢无啊，拢无啊，来，我你看卖啊，做大做水的干杯吼，一般我来讲一句话，吼、哦，我免，好好好好。
拄好要下手，后边啊！
来，虾仁啊，你不用看大饼的啦，我饼多了啦，差不多啦，不要收完啦。哦。来。没关系啊，你要拿就拿，你不拿就算了。来。来。那个袋子太小了，再一个大的。来。哦。差到一分钟拢得三百块啦，青菜得哦，三百块得啦，青菜得好啊。来，来，我叫伊摕过来，我分段。一个卤肉大的虾包好无？来，有人想要吃无？虾仁啊，来，来，给我，给我，有人想要吃无？你一个大的袋啊，我摕袂落。有人想要吃无？青菜五百四百，有人想要吃无？三百块，黑鳞有人要吃无？黑鳞要吃无？黑鳞要吃无？来，两百块就好啦。虾仁有人要吃无？两百啦。来，人客对啊，只黑鳞分分条2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下播了，下播了呀！对下播了，好，没关系啊，没差了。这个录影的，来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来来，没关系的，来，这种看侪啦，嘿，这种看侪吼，咱讲真的，吼，这个是我的频道，吼，没有手机的可以拿出来记一下，没有手机的记一下，啊，不然的话吼，你直接搜寻小纪师傅也可以，哦，我在这做剪影片，我上网你看。